就是我就是用这一组照片讲一个圣家堂，就是从上到下来是一个三角形躺下来，就每一部细节的就讲出来，这样子很好，因为这种东西其实它很难讲，因为这种东西的美就是细节，因为它一张照片也不可能拼得出来，那你去这样就我就把你觉得你最美的，就一个一个拼出来讲出故事，这样也很好，比如说可能在讲。 就可能跟别人分享说，圣家堂是就跟讲说，这个点片怎样，然后里面的怎样，然后记录怎样，然后里面的细节是怎样，那我觉得会比你拍一张圣家堂更好，这样好漂亮。对，而且这样就一个，哎、欸、哦，你反正它就真的是个塔状嘛，所以我在呈现的时候就是个塔状。 它可以调很特别，它可以调单纯的色板，就是我只要调黄色的色板，好，它会指的是指这个红色色板的整体的强弱，会比 color 边的那个更好，因为它怎么讲？因为它是可以调的。